昨天这个连战发表新书啊，然后可是您没有到场，外界就说是不是因为319枪击案当时的关系，所以是因此种下心结而没有被邀请？连前主席对国家社会在公部门误了四分之一的事迹，非常具有他的高瞻远瞩，所以为国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，是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。我相信在他的之前的努力所奠下的基础，我们后辈的大家全力的迈进，让我们中华民国会更好，让这一块台湾这块土地大家都能够好。那刚刚提到说319枪击案的话，那因为扁前总统他似乎这边帮你说了一些话，因为有国民党的立委说爆料说美方不知道你是谁，那也有人质疑你的两岸跟国际论述并不懂，那但是陈水扁前总统反而认为讲说你并不需要什么样都会，你对于他的这个说法你领情吗？其实我现在是新北市长，新北市长一定会针对新北市的所有的相关的建设跟规划全力以赴，当然还有很多的面向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，这当中我都谢谢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我都给予尊重，最重要的我相信只要不分你我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党派，大家为台湾这块土地全心全力的努力携手合作，我们国家就会更好。那国民党初选时程是越来越近了，可能会先协调再初选，外界分析说如果你再不表态可能会来得及。我们目前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都要好好的把握当下，努力的做好，所以新北市因为还有很多的市政建设，希望我们大家全心全力来把工作做到位，所以我们的团队继续携手合作，朝2030的愿景。总统、萧副总统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、媒体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目前还是新春的时节，感谢大家拨用出席我的回忆录发表会，真是敬东的各位。光阴似箭，一过了年我就迈入人生的第87个年头，回首自己这一生，从求学、留学、教书而踏入政府部门工作，在领导中国国民党，在不同的阶段都受到很多长辈的提拔、同仁的接触，我极其感恩。这本回忆录是我忠实面对自己走过的岁月，回顾检讨自己的工作，希望能与广大的读者一起来分享。阅读连战可以海纳百川。
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历经了15个年头，写作过程跨越的年代实在是比较久远了一点，横跨两岸，也融入了我的家史，也是台湾史的一部分。我十分感谢台湾史专家郑锡甫教授，还有过去一些共事的这个伙伴们，以及相关的这个文史学术机构，天下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一起用心协助，成就了今天回忆录的出版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在公门服务超过1/4个世纪，在维护中华民国立场、建设台湾进入开发国家之林，以及改善两岸关系上面，我们已经尽了心力，无愧国家民族。时代的巨轮一直都往前在转动，现在该是下一代结下使命往前继续奋斗的时刻。连战回忆录的出版可以给志同道合的各界朋友相互砥砺和参考，遇到挫折我们依然坚持理念，百折不回，不改其志。愿天佑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，以及我们深爱的家园台湾。更盼望啊，两岸能够走上和平之路，共同合作，共同发展，共同繁荣。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再受战火的波及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热烈掌声感谢连战主席毕生为国为民的贡献，也为我们写下《连战回忆录》这本巨著。请主席在舞台上方先留步。我们今天在这个难得的场合，高希君高教授也特别准备了星云大师的墨宝《和平幸福》4个字，要感谢连主席追求两岸和平的贡献。我们请高教授现在先上台，并为我们先说几句话。掌声感谢高教授。假定是拿一句话哈，在此时此刻来综合连先生过去50多年的贡献的话，那就是他的一直是坚持为两岸和平做努力，曾经遭受过很多的挫折、污蔑、误会，可是他坚持要走这条路。我在过去6年里头写了3本书啊，讲文明台湾，讲着开放台湾，讲进步台湾。本来去年是我们40周年，我应当要写完和平台湾，但是写不出来，里面有很多的困难。但是看了你的回忆录之后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我今年一定要把这本书呢写完，和平台湾，因为受了连战回忆录的影响， OK 吧？准备讲话了。谢谢好，我们请高教授将星云大师的墨宝《和平幸福》赠予连战主席，感谢主席对于两岸和平的卓越贡献。我们也欢迎媒体可以捕捉这个难得的画面。谢谢连主席，谢谢高教授，请高教授回座。那我们也请连主席再与舞台上方入座。
今天要给主席一个惊喜。主席呢，自1975年从政以来，家人一直都是您最温暖的后盾。那今天您的孙儿们也特别录制了一段影片，要献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爷爷。我们现在就邀请主席还有现场的贵宾一同观赏这段难得的影片。来，我坐这里。哦，看这是。爷爷加油！爷爷你好棒，你好厉害，加油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，新年快乐 ，I love you。爷爷，我希望你赶快好，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有机会看到你的书，我爱你。爷爷，恭喜你出了一本新书，大家一定会喜欢。然后呢，这个身体健康。恭喜爷爷的新书出版，里面有很多爷爷的经历。祝爷爷身体健康，我长大会看爷爷的书。我们也掌声再次恭喜并且祝福主席连战回忆录的出版。那今天呢，家人们也到了现场，我们现在就邀请连夫人方瑜女士，还有连慧欣女士、连胜文先生、连胜武先生、连永兴女士都一同到台前，代表家人们献花给主席。好，我们请主席可以先起身，然后我们跟夫人还有家人们都站在一起，我们可以为今天这个新书发表会留下一个记录的画面。哇，这是一个最温暖的拥抱跟祝福。主席的家人们对于《连战回忆录》这本书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，共同支持，也非常支持今天新书发表会的举办，凝聚了大家的心血。那我们请家人们一同站在舞台的前方，让我们看着大会的摄影师，还有正前方的媒体。来，我们请大家一同先看向大会摄影师，还有正前方媒体。来，我们目光先往正前方。好，3、2、1。来，我们眼光可以一起先看向右手边的媒体，让右手边的媒体也有机会可以捕捉这个画面。看向右手边。好，3、2、1。来，最后一下，我们看向左手边，左手边的媒体。来，台上方的贵宾们，我们看向左手边的媒体。最后3秒钟，来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连主席，还有家人们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让中间的大会摄影来捕捉这个画面。来，主席，各位贵宾们，我们看向正中央，正中央这位是大会摄影师，留下最重要的照片。